小猪佩奇和弟弟乔治一起去听马桶的声音。首先，我们先用黑色的线条勾出轮廓。首先，我们先用黑色的线条勾出轮廓。用粉色涂小猪佩奇的头部，用红色涂小猪佩奇的衣服。用黄色和蓝色涂马桶。紫色涂凳子。用粉色涂小猪乔治的头部。用蓝色涂小猪乔治的衣服。用绿色涂地面。
色，涂地面。好了，小朋友们，今天我们就画到这儿了。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关注并转发哦。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